Hello， 大家好。最近在Facebook 上面看到7-Eleven 正在卖着非常辣的那个杯面，当当，黑中带红。它不只是有这个杯面，然后也有这个汽水这个汽水也是非常辣的。从它旁边的包装来看，就可以看得出它的辣的指数是有百万的辣度。砰！那我们就先来开来看吧。OK， 普通包装的快手面，跟一罐325ml 的超辣可乐。OK， 那么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就来拆开来看它的真面目吧。好，里面就有它的精华，非常辣的那个酱，快手面一定会有的茶。它的面就是为了要制造气氛而做出来的这个黑色的。 OK， 那么这个是干捞的关系，那么现在就去装水吧。现在已经把它煮软了，那么现在呢，姜姜要把这个地狱级的辣酱倒在里面。OK， 现在这已经是搅拌好了的Ghost Pepper 干捞面。那么在还没有吃之前呢，我想要先试试一下它的这个可乐。等一下，不会吧？像是一种那种胡椒粉撒在你鼻子那边的那种感觉，啵啵啵啵啵，在你的鼻腔里面就啵啵啵啵啵。现在呢，我就要挑战把这一瓶超辣的可乐跟这一碗超辣的干捞面，能够花多少时间把它给吃完。 OK， 预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Oh my god， OK， 吃完了，非常辣的那种感觉来了。然后呢，在吃这个干捞面的时候，一瞬间就已经开始火上爆发来了。所以呢，当我在讲话的同时呢，那个辣味也已经在舌头跟口腔里面开始发作了。Oh no！ 哇 ！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感觉就好像在你的嘴唇那边，还有口腔里面着火一样。哦，不行啊！不行啊，哇，辣到眼泪跟鼻涕都出来了。 Oh no！
看需要花点时间才能够把这个大火给平息下来。现在有一个坏消息，就是我的胃已经开始感到灼热了。我可以感觉到那个汗透过肚皮那边开始冒出那个水蒸气出来了。OK， 现在湿热是已经开始慢慢的平息下来了。不过呢，我无法保证的是，接下来晚上我会不会霸占厕所一整晚？现在就只是嘴巴就有一点呲呲呲呲的那种辣辣辣辣辣的感觉吧。那么这一次呢，就花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把这两个给干完了，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那么下一个会吃什么呢？我们下一个 video 再见，拜拜。